选前动都不动，到底政治考量。现在的打击面缩小到只有高端内部的一些员工。首次的异常交易，只要人是重叠的，连射2次，这里面没有内线交易，打死我都不相信。消息出来，有人先买，有人先卖，有没有官员的家属？有没有立委的家属或者本人？目前他只锁定基亚跟高端的2个员工，这个范围太小了啦！不要只有查基，不查政务官，不要只有查小他。下来，国民党团绝对不善罢甘休。任何人当院长，你敢留住薛瑞元，试试看。陈时中、薛瑞元，他们只是我们看到的前线而已。后面谁给他们的胆子，谁支持他们的，谁帮他们背书过的，这些人其实都是罪魁祸首。有效果不输国外的疫苗，公司或个人任何违法的行为，我们尊重、检调、独立办案。